那 OK 了嘛，对不对？有人说先看克里斯的，杰克你还没玩，所以说不想要先看。哎呦，哎呦，哎呦，哦、这么挑，挑几点、嗯、啊？挑几点？看一下啊，所以我先选章节是不是？你选啊，章节选择里昂、克里斯、塔里克、塔里克啊，墨菲特斯、布艾达居然是十字弓哎、欸，嗯，对啊，好啦 ，OK 啦。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我们就先来玩克里斯好了，好不好？里昂的好基友嘛，对不对？克里斯、啊，没办法啊，克里斯跟皮尔斯啊，应该就是两个鸡鸡啊，两个鸡鸡。为什么皮尔斯长那么丑啊？皮尔斯部落，皮尔斯感觉 有点那种小男人的感觉，小男人是不是？小就是那种脸白白净净的啊，然后。然后讲一就讲一啊，讲二就讲二啊。然后别人、就是、你说的是小狼狗吧？对啊，说小狼狗啊。克里斯就是那种有胡渣那种非常非常有男人味，你不觉得吗？会用胡渣抹小狼那我要选有男人味的人。你是说狐臭吗？什么有男人味？怎么跟你狐臭？有狐臭的那个人。谁跟你有狐臭？来来来，真男人好不好？有点饥饿。让你见跟让你跟真男人组队，你应该感到荣幸。我感到有一丝丝的狐臭。快点啦！有人说超激情热血二人组，哦，游戏开始了。超激二人组开始了。哦，酒吧，酒吧斗殴，东欧是去年的六月。这是我，也是个帅哥。你什么时候产生这种幻觉？我一直那么帅。哦，好吃！哇，你居然吃牛排，我这边喝闷酒。好可怜哦，喝闷酒。Hard to find a good steak around here. Not like back home. 有苦难言的感觉。马达欧 ，fill her up. You've had enough. 哇，居然 ！Listen, sweetheart. You're here to pour drinks and look pretty. So how about you shut your mouth? 哦。How about you get the hell out of my bar?我被呛呛了，为什么？ Oh、大叔欠呛啊！而且还把酒杯干走。Dama vas je zamolila da odete. I said she asked you to leave. 大叔动不动就打人啊！大叔。Never thought I'd find Chris Redfield wasting away in a shithole like this. Who the hell are you?Pierce Nivens. Never heard of you. 你是骇客吗？布洛斯呢 ？How about this? You heard of this? 你看我拿出了我的手机，怕了吧 ？What is that? You really don't remember anything, do you? Bioterrorism. Bio. You can't hide from your past, Chris. No matter where you go or what you do. Who are you?What is this? Okay. You don't remember me? Well, how about then? Look. 哦，所以说我选择性失忆症就对了。Those were your men, men who died under your command. 你看看。You owe it to them to remember, Chris. If you walk away now, then this was all for nothing. Damn it.你这个逃避现实的小流氓 ！And this is what I find. A A 傻逼。Yes, A A. Yeah. It's where you belong. Everyone's waiting. Everyone.
他们都是真的假的？这间酒吧被我包下来。One way or another.没想到我已经被包围了。没有错啦，太害羞啦。I can't keep running away. I have to face the truth, accept responsibility. That's the only way I'll ever remember.The only way I'll get my life back. HQ to Alpha Team, no change to your mission. Suppress the bioterror outbreak while proceeding to Point Ace of Spades. Roger that. Prepare your drop on the A plus. We'll make our way to the Ace of Spades and find those UN workers. 所以我们又来，我们提早来到香港啊。这是中国还是香港出任务？这边是香港啊，连扎都不扎。走。好的。走吧。皮尔斯，布洛斯南，我就是帅哥，帅哥型男。他出任务了，干嘛啦？哎、欸，你不是叫我归队？你那么早辛苦找我半年，你在那边偷打我是怎样？你是设计把我这边诱杀我是不是？半年找到一个小孬孬，孬哥，小孬孬。哎、欸，我跟你讲，我只是失忆了，好不好？失忆？什么叫失忆？你知道吗？你一直有想，你有感受过那种失去同伴的感觉吗？你是失智吧？失忆好吗？你是失智啊！你那边失智，你走开啦！你不懂啦！队长，不要丢下我！走走走，我们赶紧救人，赶紧救人，赶紧救人！队长，不要丢下我！快点啦！你那么慢，我抛下你了，跟你讲！赶快救人，赶快救人！哎、欸，为什么是媒体？这是僵尸，你看错了。发起打他，打他！闪啊，闪啊！哦，所以前面是已经被那个了吗 ？Look at this！ 哇，他们都往后跑、欸，也太夸张了吧！这些人是怎样？白咖？哎，这个人倒下去了，会不会站起来？他变阿吉拉了啊、嗯！阿吉拉啊、哦，阿吉拉！走，我们先跟那个前面那个先遣队会合吧。哦，他说他们在跟敌人交战当中。哇，他开火了、欸！这边有人吗？哎呦！炸啦！为什么？不知道、啊，现在僵尸还会丢火箭吗？说好的生化危机，他跟你扯腿啊！哦，棉花六，好，我们先前往那他们那个地方吧。棉花六号，为什么原来是看起来大鸡鸡？帅哥啊，红发海鲜，帅哥都有大鸡鸡吗？对啊，中医九九，你要不要去医一下？医你的，你要去验孕一下。我觉得你还应该要去验孕一下吧，不然我这种就什么就是情绪不稳定。验什么东西啊？你是你呀、啊？你不知道去验个孕吗？干嘛验孕呢、啊？我又不会怀孕。你会怀孕啊？你很快就会怀孕，好不好？我觉得你更年期到了，大叔。我觉得你跟我组队之后很快就怀孕了。我跟你讲，啊，谁跟你？没有人可以躲得过我这个男性的魅力啊！说好的男性不怀孕呢？大叔魅力，开玩笑。走啦，走啦，走。我发现那个克里斯的那个界面跟李阳界面不太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你看他右下角界面不太一样啊，好像比较……哎、欸，看。怎样啊？你看这个，整亮滴，整亮洗吹吹洗剪吹，哇，可以吗？请上一楼，走。前面还有中医九，这里吗？这个吗？这个应该已经被吹过了，吹下去。你看他头发特别好看，感觉他那个已经被吹过了。这间吗？好，我们上去看一下。哎，这间有两个人躺在这里，是一般平民吧？哦。香港大爆炸，陀螺城。HQ to Charlie, assist Bravo with the Four of Hearts。前面吧。好了，我们先去跟那个红星小队会合吧。下面吗 ？They're killing unarmed civilians. They're gonna really love us. 哎，不是，结果不是那个哎，是恐怖分子哎，我以为是僵尸哎。Terrorist。对啊，来吧。还真的是 Terrorist。这也太夸张了吧？啊，错。哦，爆头哎、欸，头削一半是怎样？哦，这是什么？恐怖分子会治愈？哇塞，太强了吧！还多两个眼，还多两个眼睛，太猛了吧！鬼煞！哇！鬼煞！在那边跟我鬼煞，来，开玩笑，我跟你讲，没有人可以在我克里斯手下那边给我搞。闭归闭馆，好不好？一来就造飞机啊！我们让他飞进青草地啊，对吗？
边呢、啊？上面吧。是我朋友那里。应该这里吧。哦。Move！ 前面那边有批敌人啊！哇，僵尸会用 RPG 啊？那不是僵尸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感染，他们是用那个什么生化基因改造吧？哦，现在都超进化就对了。对啊，没问题吧？我帅气的滑过去，而且我现在整个视角超诡异的，窥天鹅宾馆，听说是要往左转，往左转吗？灰天鹅宾馆，往右转吧。右边没有，左边没有路。你在那边雷，在那边雷，结果那个射火箭的自己死掉了，什么鬼？智商根本没有上升嘛。你这都是阿拉花瓜战法，你不懂啊？特殊战术好吗？打谁叫你这种战法这么炮？有人说太东西的声音小声，哎、欸，你们真的很难伺候呢。一下说太大声，一下说太小声，哦，声音好小声哦，好小声啊。就这些、啊。请问另外一个是卤蛋吗？走开啦！但你好吃卤蛋哦。奇怪呢。你看，我跟你讲，说我身手没问题吧？你只会造飞机而已啊！ Ready？ 造个飞机就让你知道，我跟你讲，谁是老大哥好吗？哦，有两个人。滚下，滚下，滚下！哦呦，开山刀哦！我们两个最近跟那个台湾黑帮有在挂钩啊！这黑帮太台了吧？你上，你上，你上！走啊走啊、欸！我一直被墙壁吸走。他出来砍人的啦！哎呀，他砍不成的啦！哇，他也戴金具的面具哎，看应该是有组织的行动、啊。有组织的金具。对啊，有组织的金具啊！鱿鱼丝好便宜哦，才31块。来，我来。打他，旁边有打爆他！哎呦，倒是两个。我擦！开玩笑，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谁是老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屠杀呢？他们就是恐怖分子，本来就该死啊！恐怖分子就该死吗 ？OK， 恐怖分子也有人权啊！哎、欸，这里吗？应该是吧。欢迎委托。哦，我们两个队友还在，我以为他们第一个 round 就要挂。没有啦，开玩笑，他们是我手下。我刚才就是这样说，我不会让任何手下再失去了，好不好？拜托，你有大鸡鸡，你自己开就可以了。对啊，我跟你讲，如果我让我手下失去的话，我就把你鸡鸡剁掉。为什么要剁我鸡鸡？剁你自己的鸡、啊？因为就是只有你会这边拖后腿啊！屁啦！自从上一次那个李阳被你这样子乱搞一通之后，我已经对你已经有点感到惧怕了，你懂吗？怎么乱搞一通？明明就 professional。哦、oh, ，可以啊！哦、oh, ，shit！ 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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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有救到吗？你有救到吗？我救到他了！我救到他了！哇，你打这么多枪哦！我还打6发子弹而已啊！六，哦呦，还有人！欸、他们躲太那个了吧，太隐秘了吧？老板，你那个大鸡鸡太大了，一挡我就看不到前面的路。数量太多了，是不是？跳舞哦，跳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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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为什么他们都拿开山刀啊？哇，不然要拿什么？果然是这个，他们，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跟那个红心有挂钩。谁敢？摇旗啦！谁敢？兄弟吹哨啦！摇旗啦！哈、啊！敢动我大哥？你以为我们红心没刀啊？我们有枪啊！你有没有红心没人吗？我有红心，红心来了，红心来了！给我，给我！来，小弟来！哇、哦！开玩笑，弄我大哥，我让你痛不欲生好吗？大鸡鸡，不要怕！哦，大鸡鸡啊！跟大鸡走都，跟大鸡走就没问题了。你什么时候才要造飞机？我一直在等你造飞机。我等啊！你要把往后推啦，我才可以那个造飞机。哦呦！哎、欸，这个准头有点差、啊。什么？一只手就可以了？太猛了吧！哦哦，哎、欸，有没有神枪手？你怎么要毁了别人的幸福呢？真的太符合我的形象，神枪手。你怎么要毁了别人的幸福呢？我毁了他的左手，他还有右手。哦哦，我居然让他左手！你看看，你看看，人家生气了、哦。他左手变大了，哦，他左手变大了，太幸福啦！整个护鱼驴啊，整晚不用睡啦！护鱼驴，幸福过头了。喜呀塞呐！哎呦，我还拓康。啊，你一看就知道领便当的家伙，快走啊！哎、欸！
打几击还要有救嘞。我的创伤症候群又发作了，好不好？你懂不懂那种感受啊？失去伙伴的痛苦，你懂吗？你不懂嘛，对不对？因为你都把他们当工具啊。什么把他们当工具？对啊，你是把他们当工具。像我这么，哎呦，对。你在那边打，你在那边打啊？火流克啊！是不是？哇，他们死掉，整个身体还会烧起来。靠我就对了。我队长哎，靠，队长下面那个有手都不打。我帮你搞定上面偷射的好不好？ Too, 他死了吗？死啊，我把他 KO 掉了。Alpha team reporting. I got four of us heading along Route 9. 我们倒两个人哦，倒三个人。好逊。这种歼灭太快了吧？我们才打到这边来就已经损失三个队友了。对啊，好逊啊。我们剩下两个人。对对对对对对。队友去的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很多。干什么干什么？禁止入内啊！说好要接住我的吗？谁要接住你那么胖？还要我接？别开玩笑了，老大。Enemy sighted. Find cover. 有那。哎呦，哎呦，为什么？为什么？跳舞吧，孩子们。我造飞机了！造飞机啦！队长造飞机啊！队长，你后面怎么把一个大机器打出来了？太恐怖了！我已经快往生了，你知道我血剩一半啊！队长，你把大机器打出来干什么？哇！你害我被大机器打！那个表示你的实力不够啊，这不能怪我。哎呦，我倒地了！那队长，你不是说实力不够吗？我实力好不到哪里去啊！你想想看，带领你们这种残兵败将，我实力能够好哪里去？你可以多跟他们借两力啊！中！好，队长加油！队长，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啊！我要往生了啦！不会让我失望的。你还把人家的头拿去塞在墙上，怎么会有往生呢？OK， 搞定。还有吗？还有吗？哇，他烧起来了！哦，漂亮漂亮。我怎么觉得我的用枪射人的那个威力很小啊？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用近战打比较快。不会这样吗？对啊，有那残兵败将没办法啊。我就是专门带领那些残兵败将，然后队友一直死，然后我的那个精神创伤就越来越严重，好不好？靠，你明明就是残花败柳，还敢讲？你才残花败柳，好不好？你寻花问柳。队长超雷，剩下一个。我很强身先士卒，好吗？身先士哪像你就躲后面那边偷打、啊？我是掩护你，我怕到前面去会阻挠到你的发挥。这时候才这时候才会讲掩护，走啦走啦，是不是？走啦，我们上去看上去看中医了啦。健身中医诊所，关系你的这关系紧张，这个紧张条。You go， 最该管理完，这里吗？那个门吗？哇，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HQ to Alpha， 唐朝？是唐朝？什么唐牛？你看看看看，唐朝！有看唐朝吗？有啊，看到啊。还有个 iPhone 洗衣耶 ！iPhone 洗衣是什么？我怎么知道 ？iPhone 洗衣啊！开门，林检。走啊走！队长救命啊！队长被困住了啦！队长快救我！我上不来啊！队长救命！我也想帮忙啊！队长救命！队长，队长救命啊！我来，我来。跳舞。combo 技。combo 技，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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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先前去看一下吧。他说那边在屋顶，是不是？我们的目标在屋顶啊，先过去看一下。这里没东西啊。没东西了吧？看怎么烂。队长，你为什么在那边打？应该会有人埋伏，小心一点。队长，你为什么要打手枪？我要看有没有人埋伏啊！哎，没有，我看到这是不是？吓死人！哇！哇！队长，你的老朋友大鸡鸡啊！你为什么跑比我还要快啊，队长？谁能顾性命啊？看前面 NPC 超猛啊！队长应该由你来当啊！我跟你讲，我就是相信他们，好不好？你这时候不相信队友，你要相信谁？会扁他？你站在比我还要后面啊！相信队友啊！
是是是，队长超雷啊！哎、欸，我就是在，如果说我跟你讲一个队，队长呢就是一个灵魂中枢，好不好？队长消失了，你该怎么办？就是一个消费队员的人叫队长。这还有吗？没了没了没了。走走走。然后队长消失了怎么办？消费副队长。哎呦！还有大鸡鸡。我、哦、大鸡鸡，大鸡鸡表示我想要进去。快打快打快打！快快上！我牵制他，你为什么不打他？我没有队友在，看、啊、队友不开枪啊！队友良善，队友那把是善良之枪。哎呦，他开枪了！有了有了，快快！是不是？哦，从后面来，果然是你的专场。对啊，你要在前面牵制他，我在后面打、啊。这边还有，你忘记我们那个惯用的那个组合技了吗？是吗？我们有这种组合技，就是你前面，我后面啊。我后面，你前面吧。你后面，我前面。好啦，如果你想要在后面也可以啦，没关系。我是狙击手，当然要站后面了。